哥，于大哥吼，丹哥厉害厉害厉害，于大哥，我爸上公看你啊，手啊这么甜，紧拎姐去拎姐吼，不要，嘿啊，好特别为你安排啊，你吼，三姐啊，姊啊，姊啊，你叫我爸上，我那叫姊啊，姊啊，你啊来吼，是是是，听下他姊有啉过嘿。不怪那甜哟，是是是，只要有病关哇，于大哥真的难得来上我们的节目哎，我嘛干嘛讲异国呢？对啊对啊，哇，于大哥也是讲我这个囡仔时代吼，我都爱看于大听于大哥的歌，以前每一摆歌唱比赛都是用于大哥的歌来做外任。于大哥，于大哥，于大哥的歌啦，看到你还足紧张的啊你，是是是。有啥物纠正你哦？不是啊，我是有听讲讲你最近有较大汗啊呢。无啦，伊是看袂到的啦。安尼哦，看袂到嘿。哦，哦，你是讲？哦，不是人大汗。不是啦，不是哦。嘿，我是迄个所在腰疼啊呢。是讲，于大哥因为这个身体败了吼，都是迄方面较罕的使用嘛。啊对啊对啊。所以讲哦，亚明姐讲希望你会当解到帮忙一下。你是咧靠边啊？我结婚遐久啊，对不对？啥物好诶？结果叫凡儿去使用，这袂晓讲，你是晓讲话，你害于大哥生气。对啊，亚萍姐刚刚于大哥无搞，伊亚萍姐找我就好啊。对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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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你无听讲朋友妻不可欺，一两三次没关系啊。对啊，你那什么一两三次，一两三次没关系啊。这个鬼东北人讲什么一两下没关系，一下就好了，干嘛要开两下？你这爱讲话啥嘛？一下就出代志啊！一下就出代志，于大哥你卖生气啦！不过我咧刚刚讲，今日于大哥是安怎为开播个起嘛？去哪里再来咧？恁得家己录影的时间咧，巧袂拄好，你咧呢？无啦，阮在小小节目。啊，你录个拢，甲阮滴录个拢拄着，还是阮是？嘛，无一定拄着啊。卖无，你大概。阮在小节目，可能阮那恁念伊就是伊的薪水也较少啦，可能请袂起于大哥啦。听讲你最近落价哦。你是什么意思啊？拉鸡哦，凊彩你来问，你来问制作人看嘛，有拉鸡。你人讲就别人讲，我拉鸡。都白来嘿，那不管你红包呀。拍戏拍戏，应该怎么讲？是讲重金礼聘，重金礼聘啊，俗俗啊来做。对啊，你若讲什么叫俗俗啊？俗俗啊来做。动作牙齿啊！你是吧？我是话的哦，不是啊！你来这绝对于大哥的个性，那可能为了金钱来这上节目，卖恭喜啊！一定是讲大话，你跟咱小天对啦，我讲对啊！将来我定袂讲为了钱去计较什么，对啊！大话那可能为了钱对不对？大家那么讲，不是讲交情对不对？那有可能对不对？对啦，不是讲啊，你有交情呢？嗯，瘦啊，亚萍姐顶，你来嘛是阮照顾的哦。第二次来啊，对啊，来一顿又甲我讲啊，对啊，吼，你讲你话多少年前啊？造水，我拢甲摸起来。造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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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造我黑灯，我今嘛无意念，我咧算的，袂好白扣。我知影，但是因为吼，亚萍姐在遐表演，迄雷蒙娜是摔落来吼，好，因来输势够水，啊，拄好都无看到嘛，袂使啊。对，啥哦，我得讲开啊，介，我叫人卖唱这条啊，大概咧要唱这条。我那个效果好啊，效果好啊。对啊，唱到安尼吼，对不对啊？这个等于我就较乱啊，吼，靠噶，对不对？啊，于大哥，你咧无闹？你哪有时间啊乱？你有时间，你叫我去啊乱聊啊？你这讲话，林伯那唔叫来，我乱看嘛。哦，你种讲话，我看也调调。我于大哥真正，今日是看咱的面水来到上节目了。啊，普通时因为时间大家拢拄着啊，你。对啊，恁就因为通过几啊届，啊就拄啊好，恁拢我录音的时间啊，恁录音的时间，你听。对了，对了，对了。哇，不过今日难得真正。不是我咧讲，我主要我唔敢来是啥啦。安怎？我足惊这腰需要个借钱的。可以。没得可用传真呢，讲吼，我够难过，你够用简讯去啊？简讯随到时看，啊，你看看简讯。哎呦，我看看你不要看简讯，你就干哪去？哦，不要我叫阮查某囝看，我哎呦，侥幸家仔无看，家仔无看，吼，要搁借钱啊？你吼，真恐怖。是啊，于大哥，朱总哦，伊无咧你的边的时阵，这条代志拢话我呢。阿明啊，对啊，恭喜恭喜。兄弟代就是爱安尼，爱收听，互相啦，嘿，啊，你做会搞你，对啦，所以今日从你的薪水因你要走去啊，无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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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讲不知道，我讲不知道，我讲不，我老公在讲你啦。
要紧啊，我无计较这個，我较有计较。咱讲真实的，每位于大哥，甲看到贺一阳，甲那秘书看到因干儿子同款。我咧，我讲我咧，较早啦，甲伊录音的时阵哦。嘿。我那呢皮包啊，那安尼有炸蛮痛苦啊。对对对对对。啊，就好抽了样呢。哎呦。啊，抽到尾啊，阮亚平就讲。啊，好啦，阿伯龙眼吼，你个炸几百块去就好啦哈。啊，我皮包拢唔敢炸钱。真过人，真过人，出门无炸钱，歹看你。啊对啊，但是哦，有当时我塞起我也摕出来，嘛是记乎你福气啊。对，不是你皮包，我是爱寄嘞。啊对啦对啦，我阿伯吼，我寄阿姑我拢唔捌领过呢。啊，你就免领啊你。啊，你用你开钱啊你啊。嘿啊，你唔你开啊啦。无你嘛用一个卡号啊，我有当时咧丢一个电话。你平日钱开的时阵，又叫对方叫人听你的名啦。有啦有啦，叫阿冠阿冠。有啦，哎，开始喏，真正送，这大个来吃吼。你的白痴了，真正送，是吗？你用八个真正送。哎呦呦，对啊，你知道你想要大片？你想你吃大吃物件多？我咧看伊后代，唔捌吃过啥物件。哦，我感觉可能叫于大哥扒大块。无影，我唔捌定那个扒你。干嘛咧？但是，我你看我最近那边那一条，我见啊，你好给我引导的，你干嘛？你嘛是做你个正经，你这个咁要干我听讲话咧，音乐界和于大哥扒鬼哦，做滴硬的啦。哇！这人主持拢怕被我扒，你也想看吗？啊，有影有影有影。无啦，迄是较早啦，讲为着做效果，你听。对啦。我唔是讲跳工，我白白共扒的。对啦，为着效果啦。可能的啊。不过咱讲正实咧，你为着效果共扒的时，你拢未了解你让你扒的人迄个艰苦所在。不是，你别人爱讲，你别人爱讲。啊，对，你捌应对讲话呢？为着效果，啊，你红扒呢？无你捌应过哦。有啊，我之前嘛应过啊。你。因为我红扒个已经惯势啊，观众歹看。你讲的什么？讲反过啊，观众要求讲无我徛咧红扒看咪。你哪有这种代志？我嘛是做。一个剧情唔知使甲你扒，对对啊，我讲为着台顶的效果，所有要按照做，大家配合了会爽快，按照做拢无要紧。哎呀，这是为啊，我今日安尼啦，做节目本来就是安尼啊。咱为囡仔时阵哦，拢唱于大哥的歌大汉的，对对，会使讲你的歌，阮逐条拢会晓。有影有影，对啊，所以咱今日给观众，因为这是点唱嘛，咱有观众变来点唱。点一下，但是吼，你来听讲看阮唱好阿歹，安尼好无？好啊好啊。这位有人先不先啊？来来，这位先生来，什么歌？榕树下，哦，榕树下，哎呦，那好点的啊，你，那还得唱啊，根本，那边呢，啊，这条歌我来唱，安尼哦，哎呀，这条我来歌嘛，嘿，靠，有啊，我嘞，本来两个到恁唱啊，哦对啦，对啊，啊，但伊嘞，我来讲，嘿，我唱我根本烂去啊，嘿，我徛在边啊听，嘿，啊，今仔一点的吼，嘿，叫伊徛，我来徛唱，我来不是啦，于大哥，啊，不是伊徛在唱，和阮两个先唱者，哦，啊，你，阮两个在唱的时阵吼，哦，于，哦，你主持的时阵。啊！你在做合音未？哦，会来用，会。无啦，根本歹势，安尼歹势啦。没啦，我咧讲，那为了节目要好，按照大家人啊配合要好势，拢无要紧。安尼哦，系啊系啊。你做合音真委屈呢。不会啦，不会啦。但是我的要求是真高咯。啊，无要紧啊，我咧讲，你唔看我无。无啦，不是我，你怎么可惜你啦？你看这个，你过来啊。讲啊，无。讲是讲，我要求真高啦。要求无要紧啊，就是我啦，你同讲，家己的歌讲合音合袂好势，你讲开无。对啦对啦。啊，我会使唱这条歌未？哎呀，你唱啦。啊，你做合音吼？我头正早的。正早合音。对啊，你要好啊，合你。无要紧，无要紧，无问题啦。无问题哈。来来来，来来来，啊，于大哥合音者，我下过你。不是啦，我在巴黎，我有条屁股的啊！你是巴黎人，不是？你看我来，我到巴黎，我就爽。你知道，我还要对，不是不是，不是，这个第二句，对，你听我解释一下，对。第二句变哈啊，安尼尔，你是第三句还不对不对呀？哦，哎，过条件，头前啦，头前啦，系啦。啊对，一开始都要有啊啦，一开始都要有。太谢你，于大哥。你啊，后站小块也有。好嘞，好嘞，过来哈，就爽。好一句啦。我跟你解释一下，我跟你解释一下，伊在跟你包一点仔道理啦。伊意思讲，你咧唱啊，迄无感情。算讲爱较有感情。对啦，较笑面的嘛。不是啊，我连这地拢我咧主持，我连不合格啊。无啦，你安尼敢那秘书讲，阮咧做主持，啊你做合音，你敢就无欢喜？你的面色无，你咪较欢喜，较快乐一点嘛。较笑面的，好，哎，老师拜托一下。你照晒，照晒韩白红包。哦，这嘛是倒个，唔对，
不是吧？哎、欸，于大哥，你是伊啰啊，伤垃圾啦！哦，伤垃圾。嘿啦，哦，伤水变起啦。对啦，对啦，嘿啦，嘿啦。哎，咱再过一届啦，啊，再过一届。好款，是袂过来甲你讲，你即个合了袂歹呢。我敢毋知教轮呢嘿，我这个教轮过啊。我来就跳，我的一三五力的二四六。无，李大哥，我还是叫迄个店面迄个来求我了。你开哈，你开做啥哩？你唱，来。诶，咱文山的，咱咧行啥物？对啊。你家己店面咧行啥？对啊。啊，贵姓啊？啊啊。何东城啊，胆险型啊！你好，来来来，于大哥，你看豆饼烤吧，酱饼烤吧。我讲哦，你喝喝哈伯，小块惊你，你喝未好水，我来扒落去。我讲哦，你过去啊，过去当阵你参加歌唱比赛，拢是替于大哥歌咧做比赛，对不对？啊，所以讲咱对于大哥歌嘛真熟啦。啊，有影。诶，我头刚刚咧唱的榕树下，完全无唱的讲真正模仿于大哥的这种心情。我嘛无咧点讲安尼啊。好，那么模仿不来。因为你若好好啊唱，应该你伤夸张去，大家就感觉无成啊。哦，安尼哦。啊，无，咱一人跟一条歌哦，啊，互俺大听好唛呀。好。哦，你得啥歌？诶、欸，我也要唱，我记我早期啊咧歌唱比赛，我就有一条歌《让回忆随风飘》。哦，好、哦，足够炸！一条歌我，我以前咧听你唱一条歌呢，好，迄人会感觉讲哇，这我都甲于大哥到恁帮你，我们在玩欢喜。哎呦，真正，迄个恁爸讲的。啊，这有影咧！我记得讲，七百跟爸咧讲，我希望爸甲我们爸爸讲讲，我如果有一天可以跟于大哥一起哦，你变瘦来对帮你，那就欢喜。既然这个。这个梦想成真啊！佮唔呐，敢呐放着，嘿哦，佮苦个钢筋变作放晒。你啊嘞！我说真，这个你听搞无同款。我是阮妈妈嫁阮老爸时阵哦，佮是挂一块上面，我把爱心收回来做嫁妆。你靠你啊！你唔话你其实我也袂出道，你知影？哈哈哈！所以讲哦，艺术了解，对于大哥挂真介意。但是恁唱哦，有恁家己的味啦。所以讲，要模仿于大哥无简单。那于大哥单点想到遮尼大包。天生的啦，啊、天生的啦。我来，我看爱练呢。不，不是我讲，其实会大包袂大包哦，因甲运动有关系啊。较早咱的运动底、啊。对对对。新竹三铁呀。系啊系啊。铁钉、铁锤、铁饼。你来看你，这是在比赛噻。铁钉、铁锤这边比赛噻。哪有三铁？三铁就是铁饼、标枪、铅球。哦，对对对。嗯。三项拢我都得了冠，我得了冠军了。我专门学这铁饼就是新得冠。哦。保持记录诶，是嘛，可能炸着更破去啊。所以讲嘛是爱运动的对吧？爱运动。所以以前听人讲于大哥的单点是安怎遮大粒，到底是偌大粒？伊讲偌大粒，你于大哥要用的时阵哦，爱搁摕椅子去蹬呢。无啦，单点其实唔是啊，单点是咧都一样。一只好多碟有无？咱放了较快，三十只安尼啦。三十只大只。无啦，换个啦。哦，安尼啊。我你比别人大粒了对哈？我看你有无？你单点还会看？你真正有呢，真奇怪。我那个小可有感觉。所以单点是你讲爱用咱就对了。比较用咱啦。哦，啊，你敢有做伊个发音练习不？你看看我们那边还出台拢一，不然还是低歌量啦，低歌量一。低歌甲两气拢安尼。拢爱安尼。啊，于大哥出场个麦需要。忘了。安尼伊个声就开啊，啊有影咧，系啊系啊，啊对，哦你把手直接扑了个龟了，龟变成钻钢蛋，你卖咸啦，你大骗啊，大骗啊，嗯，哦你别人会使控你这种兵，把控我把手直，有够无良心咩？欢迎欢迎，你好你好，马哥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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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哇，第一次跟你见面，你好，哇好开心啊，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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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对，我跟你讲哦，哎你们怎么会这样？没有吗？还有你啊，你没有看到吗？没有注意到哎，你刚才一直在旁边吗？你刚刚有啊，有在唱歌吗？有啊，只有看到玛格丽特还有舞裙而已，没有看到你。没有，你有在唱？有啦，你有比单记得那吗？有，我有看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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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怎么从那个荧光幕都没看到你？这个，哎呦，没关系。从刚才的表演，我们就可以证明一件事情：什么叫做一颗老鼠屎弄坏了一锅粥？我听不懂，但是我会听到。你唱歌放炮，大哥讲的是成语。你唱歌都会放炮啊？你叫单机连呢？他你大概有打混嘛？单机连呢？
你今天来的样子好像是唱不好叫切腹一样，是不是？什么东西？哦，所以你穿的切腹了。哎呦，两条牛仔裤啊！是啊。你穿一条都已经，干嘛穿两条呢？你穿内裤也很安全啊，你干什么这样子？造型啊，造型。对呀、啊，老人家不知道啦。对、啊，哎呀，每次欺负我，今天换我欺负你们。说我们两个两老人家没有这么新潮的感觉。他讲你，没讲我。我跟他同一届的，不能讲我。啊，来、嗯，我们先聊聊那个马哥的。马哥立刻到台湾有多久了？快三年。快三年了，您、的国语讲得很好哎。谢谢。真的哈、哦。真的。三年来都是飞哥在照顾你，是不是？对。飞哥这个人不错啦。那、啊、真的吗？你要小心这个人，嗯。嗯。你凭什么说人家？有皮肤病，不是我还没讲完。可是玛格丽娜真的不错哦，短短的三年当中，当然不是说飞哥照顾而已，他个人的条件也很长进，非常的好，飞哥很喜欢他，也很喜欢你嘛，比较喜欢他，看得出来，还有喜欢的那个感觉不一样，不一样，把你当作小朋友，爱他，对，照顾你，他是飞哥的爱妃，你是飞哥的宠物，懂不懂？我不是宠物啊。不一样啊！可是其实飞哥也很照顾艾莎，你们不要这样讲。现在飞哥看到他已经欲罢不能了，真的已经是爱死的那种，真的吗？上次在那个什么那个记者会当中，还跟他两个哇哇哇，那还没关系，对不对？对，我有看到报纸。你想不想跟飞哥哇哇哇？我不想。你不想，我也不想。对听说飞哥还买栋房子送他呢。哎呦，真的吗？真的吗？真的吗？真的啊，在哪里？在三峡。我也想知道。飞哥有一个广告嘛？就是他巴黎，对，他是代表三峡那个地方，有一个地方是那个房地产是请那个飞哥来做广告，对，所以飞哥准备在那个地方买一栋别墅送给你。哎呦，对，好羡慕你。我不知道这件事情，我刚刚知道，所以你说真的吗？我也说真的吗？你会相信到这些吗？我不相信。那你为什么要问？我是问看有没有啊，万一啊，万一的话，万一啊， OK 啊。如果说飞哥要送你房子，你会接受吗？哎，我想一想，没有条件的，应该不会吧？哦，无功不受禄，有志气。我们干嘛拿他的房子呢？对不对？不是这样，不是这样子。怎么可以白白的拿人家一栋房子？对不对？对。艾莎的话，一定要付出才能够。艾莎的话就是无所谓了嘛，对不对？什么东西无所谓？飞哥送你房子，他应该是不会送给宠物吧？宠物不一样。万一他喜欢这宠物，送你一个房子，你会接受吗？宠物不需要房子。哦，对，宠物是要窝，就是要狗窝那种，并不需要房子。对，太大了。对呀、啊，太大了哈。不会啦，其实这个可能都是谣言呐、啊、哦、因为大家都看到飞哥这么喜欢玛格丽特，尤其上节目的时候都有特别的照顾哦。所以上次那个为什么我要吻你是为什么？那是礼貌上嘛。不是不是，有一个是为了什么而跟你亲？为了得奖嘛。是不是得奖、很开心，那很开心是不是？哦，就得到那个金钟奖的时候，对啊，两个有接吻哈、哦，有吻了一下下了哈、哦。我忘记，我们是亲了九次，我都白都忘记了。怎么会忘记？亲了九次都白忘记了，对，都忘记了。哦，真的，你有这种毛病吗？你有亲跟他亲过九次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次。因为记者在现场是他们要求的，然后呢，比如说有一些不在，然后呢，糟糕了，你拍的这个照片，哦，可不可以再一次？就变成九次，再一次九次。记者要求你不得不这么样。我们今天现场来了五十几位记者，哪里？他们希望你跟杨凡什么？不是那个有一个喜事啊。有没有喜事？害羞。杨凡最近他老婆又怀孕了，是不是可以给他一个亲？我老婆喜事啊，干嘛没事又怀孕呢、啊？哦，他老婆又要结婚了。喂，那怎么讲嘛？不是的，不需要。你有老婆？哦，我有老婆。真的、啊？有小孩吗？有两个小孩。两个小孩。对。多大？一个六岁，一个八岁。啊，真的、啊？你想干嘛？当奶妈吗？不是，我有结婚，贺大哥，我跟你介绍一下，目前单身，以前离过一次婚，我离婚两年多了，两年多，二十几年了吧？感觉如何？
很寂寞，很寂寞，真的吗？对呀、啊。我跟你讲，玛格丽特，你不属于贺一航的，艾莎才是。贺大哥喜欢你这种型的，你会叫吗？什么？你会接受他吗？如果贺大哥要追你，可以接受他吗？我？哎，对，讲真话，可以。想那么久干嘛啦？哎，你小，好可怕、哦！你小孩子想那么久的？没有啊，我不知道怎么回答才会不会那个伤害到你。你可以用日本话回答他，也不会伤害到他。跟他讲さよなら。ごめんなさい。那我们知道玛格丽特其实他最厉害就是他的舞蹈。水上芭蕾是不是很难学？对。对，像他从小就要学吗？对，可是脚不是会变、脚不是会变形吗？练芭蕾舞的话，不是会变成那个脚很粗吗？不会吧，这么漂亮哎！我不知道，我觉得就是比较重要的是你的本身。那你的本身很瘦，本身瘦，本身瘦，我就觉得运动让你比较看起来那个有肌肉、肌肉、有线条，对，线条会看起来比较好看。这样子，所以说他基本上如果水上芭蕾要会的话。那舞台上的芭蕾也应该都要学嘛，哈，先从舞台上学。其实两个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那艾莎是练有有练什么？练软骨功还是什么呢？什么软骨功？是练缩骨的，没有躲在箱子里面那种的，不是吗？不是，不会。艾莎在我比较没有不会那种比较特技的。哦，对。可是有没有练舞蹈呢？有，有哈。有。上次有来唱歌的时候表演那个古镇啊。对，那是冲绳、啊、日本的那个打鼓的，唱歌一边唱歌一边打鼓啊，也很棒啊。真的吗？对。我今天还有啊、哦。不要了，嘿。我是说。为什么？表演一样，当然你不能表演一样的。为什么都马哥的都要，我的什么都不要？他没有来过啊。对，你有啊，我有来过啊。就是因为玛格丽特是第一次来上我们节目，所以礼遇比较好。你是第二次的，好，你应该不会有第三次的。哪有？我们不要老这样欺负艾莎，艾莎蛮可怜的哈、哦。没关系、啊，你不错，你不错，你不错。我爱日本，你不是我爱日本。我们今天这样子好了，其实提到这个舞蹈啊，今天请要请两位来表演一下，表演一下。哎、对，今天玛格丽特表演什么舞蹈？其实你好像在那个我们看过有时候你参加那个车展的时候、啊，你有秀一段非常精彩的舞蹈，椅子舞那个，对对对对 对, 对、哦，那个很棒哎、欸，就是这支舞啊，对，就是要表演这支舞是吧？哇，那他准备一个椅子舞，那艾莎要准备什么样的舞蹈？我钢管，我没有，我有准备了一个、那是什么舞蹈？那个。对 ，disco，disco 啊 ，disco。那这样子，我们先来看看你的 disco 好不 好, 好？再来看看你的椅子舞，好不 好, 好？艾莎的 disco， 我来想过一点。不错哎，不要练成 disco， 这个很早期，有那种好像七哦，对，哎对，现在不见了。玛格丽特，因为她要换个衣服啊、哦，我以为看艾莎跳完舞，她觉得说不屑跟她同台跳，我就走掉了。没有啦，玛格丽特要这一套这个椅子舞，我特别换了一个衣服，马上来邀请她出场来，玛格丽特来的，介绍玛格丽特在这段椅子舞。I love you.
If you can reach me, you can feel my burning flame. And then I know you see my, I just wanna take you home with me, baby. The minute I feel your energy, the vibe is just taking over me. I start feeling so crazy, baby.掌声鼓励鼓励！哇，好厉害哟、哦！哇，好棒哦！刚刚我们就在担心说你的裙子会不会太短了、啊、哈？你有担心吗？啊，我有点开心，哎、啊，不，有点担心，对。结果没关系啊，穿短就把它当作一个短裤在里面跳舞，这样子很漂亮。对，很这个很健康的。我们在旁边看，好希望你多跳一点点，好漂亮哦。嗯。那艾莎说她会唱，她也会跳。真的吗？对呀、啊，好像讲错话了。不会，我们请那老师给你一点音乐，你也来试试。我讲错话。不会，一至五，艾莎。艾莎 ，Come on。这样。哦，又来了。性感的。啊。裤子拉一下，对，腿太短了。你到底在干什么啊你啊？我跟你讲，艾莎真的，哎，好硬哦。什么好硬？你看，哦，你说你看身体很软，你很硬就对了。这个东西硬吗？对呀、啊，我刚看有点硬了。你看看我们台湾的名舞蹈家，嗯，名舞蹈家来，凡哥。耶，讲错话了吧？我帮你拿。好啦，别听歌了。都是你要跳，害我也跳一下。OK， 谢谢。干嘛？你在干嘛？啊？干嘛？汽车美容。哎、欸，我也要美容一下。你那个不用，你打塑料就好了。你的不用，你打塑料就好了。哎、欸，真的不容易耶。对呀、啊。可是我有一次掉下来了。啊、真的吗？对啊，我在台中就是这个舞，然后、啊、你记得吗？我在这边有一个动作是，哦、是要。从这边下来，对不对？对。然后呢，要马上从另外一边，对。然后呢，我已经下来了。然后呢，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要放过来另外一边，可是手没有抓好，我就掉在地上了、啊。好痛啊！我这样掉
观众看着我，哎，他怎么搞的？然后呢，我第一次碰到这种的，我全脸都红起来，你知道吗？然后我就看我的经纪人，我就怎么办？他就说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我就说，我站起来后，我就说对不起，不好意思，我不知道该说什么。能不能再来一次呢？没有，已经快结束了。还有我掉下来，我很痛，你知道吗？但是没关系啊，台湾的观众朋友都很好的人啊，你真的摔下来，他们还是给你掌声鼓励鼓励啊。没有，他们这样。还有人去帮你扶起来吗？没有人吗？没有。哎呦，怎么一点都不懂得时间名誉的？我发现一个重点，我觉得艺人掉下来了，还是要漂漂亮亮的 boss， 好像是结束了，不要问为什么，不要问啊，我现在怎么办？就是这个就是你的经验啊。对。可是有时候在舞台上，如果人家叫你表演比较滑稽一点、好笑的，你会怎么表演？我从来没有走过好笑的，真的好像从来没有扛过，对不对？你在飞哥的旁边，飞哥都这么好笑，你应该有学几招吧？人家是美女嘛，你只是矮子，叫人家当观众好笑呢？哦，美女怎么好笑？应该弄男笑的，妩媚一点的嘛。哦，妩媚的有吗？我从来没有做过这些东西，你会吗？啊，你先试试看。妩媚是什么？妩媚是什么？我跟你讲，你就是回头这样。啊，这样子，嗯，我了解。我看。哪里有？哦，OK，妩媚。OK， 艾瑟先。预备，开始。啊，这是好笑，好妩媚哦你。这不是这样子吗？对。就是你知道是什么吗？鬼嘛。烂掉的兔子。烂掉的兔子，烂掉的兔子。啊，来，我们玛格丽特要做什么？妩媚的动作。妩媚的动作，来。一二三。好美哦！对呀、啊，怎么样都很美，这样你怎么样都很滑稽，这样。哪有？哦，我会，我会一个，我会一个。啊，哎呦，啊，那你要回头，回头。OK。哎，好，鬼脸，一二三。那个嘴唇是用咬的吗？用咬的吗？哎呦，怎么可以一边歪一边？我不知道为什么，可是我这边的那个嘴巴可以包在这边到这边。歪那一边可以不可以？不可以，就是只能一边而已。就一边，他怎么弄啊？他好厉害哟、哦！你有中风过吗？没有，有没有中风过？没有啊，我就自然就是有的时候就。觉得好怪啊！我知道，我你小孩的时候，我就不喜欢东西，比如说妈妈快点啊，快点吃东西，我就。这个不好吃、哦，还有国外的。贺大哥也会啊，你会这个吗？他好厉害哟、哦！开玩笑，这要断过才可以的。哦，他手指头呢？这个不行，这个你要这样。怎么这么厉害？对，可以控制自己的身体。对啊，每个男人都有一只可以这样子的。那你会这个吗？哎呦，他好厉害哦！哇，你们如果都拿手脚这样表演，那我们也没办法。你要干嘛？我怕我裤子掉下来啊。想太多。想太多。很抱歉，现在还在时差。那个日本寿司老板来了。其实够了哈。其实这个是因为我们敢问的原因，是因为其实也听过你说过，我们了解。那没关系啊，其实这个夫妻之间的感情最好丰富最好啊、嗯、爱得越深越好啊、嗯、对对对对。那今天能不能说你，其实你，我们知道你很少唱歌齁、嗯、因为你上别人的节目唱选的歌曲，就一个节目当中最多只唱三首歌而已，因为再多也是多余的。今天也只唱三首歌，你不要这样说嘛，对不对？对、嗯、而且你唱歌还蛮好笑的。不是，尤其他唱的歌哈都蛮厉害，他唱的歌都是这个有国语跟日文怎样合并的歌。怎样嘛，哎，真的，至少我是唱现场，很多那个出过唱片的偶像都是对嘴对嘴的。像我以前听过他唱一首歌叫但是又何奈，他现在已经不唱了还好。哇，对不起，我待会还要唱一首。拜托，那是他拿手好歌。你该不会最后唱我只在乎你吧？哎，怎么这么巧呢？就是，但今天有所改变啊！刚刚又提到国语的，又有日本的，所以但是又何奈这个其实是其实崩瓜嘛，嗯，这日本歌翻 Dancing All the Night， 对、嗯、Dancing All the Night。那我们干脆就这首歌能不能用一个国语的一个日文的来唱？
考验一下。小小 case。小小 case。你为了表现你跟以往不一样，请你先上一遍国文，再上日文，不要先上日文好吗？好啊。哎，你这样讲小小 case 对你来讲很容易，对不对？ Easy easy。能不能用台语的加日本的？最好加那个客家的。我也敢，只是我怕他们快晕倒。他们坐在那边很久很累了，不要再吓他们，不要再吓他们，不要吓他们。好，明天我一张地瓜一个困起啊，好用困起。所以阿桑欧弟桑，今天去干事又何呢？够苦够力气的，你知道？好。要不你穿安尼吼？我现在这样就落来，可不可以？你是不是等下今天？我今天今天个提掉，我是希望安尼。喂，高级一点好不好？老师，你唔通安尼哦？吹淋巴打得不行吗？啊，现在台湾的电视节目，国外都看得到。啊，在这种打那那那，人家觉得我们台湾还在50年前。就是嘛。哎呦哇！就落伍。老师，刚刚那个音乐下来，我差一点想脱。好，哇，给你了。换旧，换旧，反而不会脱。等等你。哎呦，这样就哎呦，这样就很特别啦。哎，喂。我就懂了。哎，你真的，你如果早这样子就知道满足的话，你这人生也不会变这样。这么省钱啊！细肩带你有看不？家里唔看，你看下呗、啊。我说真的，这是现在美国真的非常流行的一个穿法，就算那个。这有点像人家的睡衣。就算30岁以上的妇女也都是这样穿，非常流行。咱看到这种啊，一般咱早期就是讲，咱咧困衫的时候就穿这种的呀。哎，你讲的讲，说实在话，有一点点像，有点像那种，就是它又有点蕾丝边嘛，对，对不对？所以以前睡衣都有蕾丝边，里面才穿内衣跟内裤嘛。嗯，对、啊。但以前很多人都认为说穿牛仔裤是那种20岁的裙子。麦克风可以拿着一手好吗？怎样？我这边都没有福利。你想看什么啦？没有啦，你要不要搬进去住啊？难怪没有结婚。对呀、啊，这种幼稚的男人。能不能换内衣边好吧，拜托。本来李亚平来的那一次，我说哇，李亚平的那种已经是怎么样了？我这怎么跟他比嘛？真的是擦擦你的鼻血好不好？我们都已经棒的是，真的好性感。哎呀，可嘞，我一吸，哎，我一站的是。すいません、マクロ一人前でちょうだい。はい。はい。什么啦？什么叫我一吸？我一吸？不是我说，我说他看起来。有话不要讲，不会讲就不要乱讲。看起来是那么样，秀色可餐呐、啊，意思是这样，哦、对不对？哎，现在最近很多人就说，像林志颖啊、嗯，他们做一些那种美姿美。林志玲是吧？啊、林志玲，对对对。林志玲。不是不是，林志颖是带着摩托车的。林志颖呐，哈，林志玲，林志玲、啊，美姿美仪啊，他们现在都开始在这个做一些授班了，哎，授课这样。我觉得田丽也应该可以开一个这种班，哈。我觉得女人美姿美仪就是要自信，自信，对。那一些没有自信的人怎么办？你当然外表漂亮、啊，培养啊，对，自信可以培养啊。可基本的条件还是要有啊。没有啊，就比如站姿要怎么站得好看呢、啊？站就是只要挺就好了，一直线呢、啊。很多人不知道挺胸在哪里，不是？万一他胸部没有挺，挺不出来怎么办呢？怎么叫挺肩？这个跟有没有胸部没有关系。是的，所以说这个时候就很多人为什么想要学习这个部分？比如包括在公司里面上班的女生，她们是有时候要面对主管的时候，讲话仪容都非常重要。对，尤其今麦查甫囡仔拢爱睡啦，蛮用查甫囡仔爱睡，连欧巴桑嘛爱睡。应该的啦，只要是女人都爱美啦。嗯、所以，我们今天呢、啊，想请田丽来当我们的老师一下。我们有三位呢，从全省呢，我们把筛选出来三位很优秀的一些未经雕琢的这个美誉啊，请给他稍微的哎、欸。好啊，好啊，我很高兴啊，好不好？比如说，包括他们怎么样坐姿啊，怎么样走台步这种，好啊，好不好？可以吗？哎、欸，好，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就来邀请这三位出场来。来自我们中部、南部还有东部的三位。哎呦哎呦！哎，三位好，哎，来，不要紧，不要紧，看，今晚不是要去买菜吼，稍等你，不要紧，好。啊，我准备三对椅啊，要您坐哈。嘿啊，这三位呢，我们可以稍微稍微介绍一下。咱先问头一位，这位哈，请问你贵姓？姓周。姓周的，曹操的曹的，啊，曹诶，曹小姐哈，啊，这，好，啊，不，坐得更多，坐得更多，坐得更多，
这都唔知唔是哦，这唔是门口经吼，免安尼吼。这三位拢知影，咱今日呢要请天意个大家吼，所介绍啊，甲甲恁手甲恁教的。啊，这位阿尚叫什么名？哦，我姓曾啦，啊，算计的算。啊，算计的算。啊，大家拢叫你什么？拢叫曾算。曾算哦，装算的对啦，你水仙啦吼。装贤啦。装贤。装贤哦，装贤哦，哇，哎，百家乐在我装个贤哦。哦，哎，两支点又起来高点出来。好呀，我买个布料。是。好叫庄贤啦吼，啊，确定啊，来甲你教时爱认真学吼。我们带恁三个当中，你选一个秘鲁出来，好不好？要参加这个北京的这个吼，那个环球小姐。啊，第三位这位贵姓？姓廖。廖吼。大家叫阿满。阿满呐，好，啊，肯定要叫那个田丽甲咱教者吼。啊，四三个先坐好，好不好？您刚刚您坐上水的姿势什么？哈，来坐看麦来。然后呢？然后我们请那个田丽。基本上你来坐了，你有看吼？您三个坐啊，你吼。田丽先来讲哪里有不好的地方，坐哪里？我想目前三位都 OK 哎，因为台湾差不多就是这个世代的妇女都，我觉得爸爸妈妈都有教过，对，可是我觉得反而是现代的年轻女孩不会做。两位应该还可以，第一位比较不好。OK 啦，你坐完你唔好点头，唔点头，因为你一点头我都唔知道你都要出问题。我刚刚即阵较出问题哈，你这样很过分哎，人家那是没办法。没办法。是不是你刚刚讲说一定要挺胸坐姿要挺胸？对，就包括你坐下来的时候。人家就靠田里边了，坐你看嘛。坐下来说的话，你不能够坐像这样子，一屁股就这样子。哦，别再坐靠后边了。你看哦。坐三分之一。啊，你稍微坐到前面，啊，你稍微侧一点。侧一点。然后很直挺挺的这样坐下来。哎呦。这样做以后。这样做你是你屁股小可以啊，屁股大一点。没有啊，通常都是要这样做。啊，脚要怎么放？你就稍微这样子侧放。好。然后那这样子，因为我今天没穿裙子嘛，像小腿的话就也会，哦，线条就出现。那有些人他是会去翘腿的，哦，翘腿也是可以的。像你要翘的时候呢，你就可以轻轻。啊，轻轻。哦。哦。啊，你有够水。啊，然后就是这样的。哇哦，你看你那三七的那种比例。那或者是你要换脚。哦，也是要轻微的这样子，稍微的。那如果说你翘到一半脚痒的时候要抓的话，你怎么抓呢？唔汤、哦，不要抓。如果说膝盖这里会痒，我们要不要？然后最切记的就是女孩子不要穿的这种凉鞋在抖。哦，还搁在洗嘛哈？哦，够恐怖。好，哦，对，所以翘脚来。反正坐姿一定记得要挺胸。好，一号我们要看你怎么翘脚。来，好，这边左太太。哦。溜滚那里就对了，溜滚就对了，哎呀，好，这是一号的翘脚，一样的姐，那个姐是一样的这样。好，二号来，翘卡，翘没晒开。可以啦，可以翘，但是有个诀窍就是脚不要，脚背不要按呢。哦，迈翘起来就对了。哦，脊椎，对，稍微就是把它给压一下脚背这样。好，三号翘脚。很好啊，我今天model day哦。哦，廖小姐一直都还保持得很好，哎，坐姿也保持得很好，来，我想过了一节哈。好，现在请三位站起来哈，三位站起来。好，这田丽接下来要教大家几个站姿的动作，当然要挺胸啦。啊，有一些动作是可以，就让人家觉得说，哇，这查某人，这查某真有气质啊，你哈。那比如说飞吻，那怎么飞是吧？啊，飞吻哦。啊，对。啊，一二三，注意狂！你叫我不会？不会啊，你看。好，一号，来，曹小姐，来。你是不是冲他回来？一贯呐。好，二号，来飞吻。很好。哎呦，好。IQ 真好呢 ，IQ 真好啊！三号飞吻，这也很好，这也很好，这个也不错。为什么都是第一位出问题？不然你是你出，或者我用北京安的哈。一号出问题，我们再请他再做一次，来跪一百，来飞吻，来一号。不是，他没有，我知道，我抓到他的问题了，我抓到他的问题，他没有融入。他做这个动作，他没有自信，对不对？因为害羞。没关系啊，你慢慢来欧啊哈。这套几天好，接下来我们要另外一个，就是有点跺脚叉腰。我试一次给大家看好了，好不好？你我觉得这个你比较行。真的哈，我你讲咱基本好了，就讲我喜欢生气，啊喜欢叉腰呢，看了就偷眼。啊，对啊，很好啊。阿你哈，别让他走。好，先跺脚后叉腰哦。来，一号，请跺脚来。Thank you.
好，二号请跺脚擦腰，来，一二三，好，哎，这我练，快去摆，快去摆，一二三，哦，哎呦，这是比较强势型的，对，强势型，那别过嘞，好，三号来，廖小姐，跨了就行，哼，你是塞奶的，不是塞奶的。我们讲形容不敢不敢。好，现在最后一关就要，最后一关就是最后要验收，就要走台步了。好，好，我们一个一个走。我们先请田野示范一下，好不好？好，好，赶快讨情啊，摆些 pose， 啊，给我等来，好来，啊，休等你哈，你看田野来，来开始。哎，漂亮的田野。很有自信，对，好，掌声很挺拔，好，一号走台一步来，提出你的信心出来，好，曹小姐，介绍来自台中清水的曹小姐，现年40岁，曾经当过主头、会头，我第一次跟他起回家起。介绍第二位来，来，第二位来自我们台南麻豆的这位麻豆之花，在咱麻豆呢是麻豆当地最可爱、最水的一个查某囡仔，今年60岁啊，得过着咱波七冠军，听落就搞冠军，好也不错，来，第三位，这是咱台东的这位啊山地之花。啊，伫山顶呢，哦，足侪乌狗兄咧甲拍，下当我是一个酋长的梦中情人吼，你看加来就赢对啊，啊，真好，来多谢各位姐。这三位里面，中间这位走的最挑逗，啊，真的吼，他蛮懂男人心的那种感觉，他处处都有那种很 sexy 的那种风韵在。对，那这一位呢，可以这个保护自己的家园哈，就是没有怎么这样子的，干嘛？我跟你讲，不要刺激女人哦。我不是，我说他真的是很有那种为家里能够付出一切牺牲这样子的。我跟你讲，女人被刺激以后，她会变成一个最棒的。哎呦，那我们要多刺激她，才会变棒啊！你不是说她变棒？对啦，主要原因也是要跟那个我们现场，因为当我那观众不用直接讲嘛，假无聊，背开生生的嘛，假好生，是不是？好无恙了哈。好，我们谢谢他们三位来播下播的姐，多谢，非常棒。这个其实呢，在田丽她刚刚出道的时候呢，我就看过她，一直到她结婚了，我心里也有点难过。为什么？你难过什么？其实我对她是有一点暗恋的。啊，真的。是我讲真的，就是我对是有一份暗恋，就是我觉得女孩子很美，然后呢很遥远，好像个高处不胜寒一样。所以说呢，我今天碰到你，我想用首歌来表达一下对你的爱慕。哎呦，我很少听到贺大哥可以讲出这么真心的内在话。请你听这首，我对你还是一如当初一样，你知道对？一晚上，打电话。今天，嘿，一共你晚上没忘记输哦。为了要表达他对我们的诚意啦，所以你头下讲以前的五啊苦啦，对啊，起码要换一套秀服出来，你看麦，真正呢。哎，再度欢迎田丽，哇，是又又又又，哇，这一套真漂亮的衣服啊，你很没有礼貌，你知不知道？人家为你唱一首歌，你竟然跑去换衣服？他有唱歌，他唱了整整两遍的歌嘞。他有唱，人家是为你唱的，你至少听完再去换衣服嘛。哦，不好意思哈，那你再唱一遍好不好？不要，伤了你的心了。有一点。没关系，贺大哥，你可以录影的时候，你看到那一段，你就有感触。对呀，啊，我不看录影嘞。不，就是说播出的时候你看嘛，你看就感觉说贺大哥刚刚唱那一段是白唱的，真的。不好啦，这样讲啦，其实我有听到啦，而且是裸体的听到，你这样满意了吗？哦，因为我刚刚在换衣服，当时裸体，我是真的有听到，不过我不知道那是你唱的。而且听到你的歌的时候是在裸体当下的时候，
我好猥亵啊！我说我的歌好猥亵，怎么这样子呢？那这样子啊，你们做访问，我去脱。我看听到你们在访问的时候，我在脱衣服的。不要脸，两位前辈，贺启航。哎，两位前辈，哎，这个平常访问呢，我们可以跟嘛吃吃豆腐了，开开玩笑。哎呦，前辈呢？是是是，个头的大哥大，大姐大。不是吃豆腐，我怕你吃不动。是是是是，这是倒瓜。对对对对对，倒瓜都吃，都吃对。倒瓜机，阿婆拉给哟。我拉给拉给，就是看人访问呐、啊。对对对，今天两位来到都是我们歌坛的前辈来到现场。没有关系，我们既然来了，随便你、啊。也不能太随便、啊。水利水利台水利挂了掉啊！那谢大哥，因为这个上综艺节目的这个几率非常的高嘛，所以一直不断的也出这个个人的新专辑。嗯，那张琪姐就真的比较少一点点。有一段时间还曾经去做过别的一个副业哦，对哦，他现在也有副业，对呀、啊，晚上都去那不、啊那个、晚上都在家里了，白天出 白天出来没有没有没有，在十五年前我就换跑道了，嗯，那我现在是资深的人寿保险的区经理啊，区经理，哎呦，我要搞探亲也介绍了，好伟大，对呀、啊，没有没有没有，最重要那些办的活动啊，他们在医院里面呐、啊，在老人院呐、啊，在失智老人基金会啊，在癌症病房。我们经常哎弄花团团去。对对对，其实演艺圈本来就是应该，我们应该有时候就是要做点公回馈。你都会说，对了对了，你跟他讲，大家讲好好，我有空。那个时候哈、啊，那个他正在打歌的时候，啊、是是哦，好多的粉丝哦、哎，就说哎呀，能不能邀杨帆来？他每次跟我讲，好好好好，你个头了。啊啊、对，你说这、哦、哎呀，妈妈陈妈妈讲说，他就提拔嘛吼。哎，说拍死哎，啊我呢吼。我杨帆哦，最近较无闲啦，啊，拍摄迄栋我都通我去，你去死啦！不是啊，袂使安尼讲，你迄阵啊拍嘛就拍就强啊，你。啊，你再讲，你就讲讲好好好好，我要去要去。哎，伊都无困啊，怎样爬袂起来？对啊，卖工作都无钱，有钱都不爱去啊。对啊，系啊，有钱哦，伊不那人高雄工地少，要叫伊去嘛是，暑假无想要去啊咧。胡瓜也叫我，我借三个，穿个衫裤去做安尼。对啊，做两个背一包伊咧。以前哦，咱少年有那袂养寿。嗯，有时候做公益活动，那就讲，哎呦，有当弄个两个提时啊咧。那那今嘛，咱来做，咱有迄个感觉啊。反正也知道要怎么去做。身为艺人啊，如果真的有机会，能够做一些这些，因为他们有他们喜欢的这个艺人，对偶像嘛，哎，他喜欢年轻的或者喜欢我们这一辈的，那真的是有机会的，应该去。看看他们其实谢大哥他这种助人呐、啊，就是做义工呢，他不是从这个时候，他以前我那刚刚出道的时候，那时候他帮我做过义工啊。哦，你也住院吗？不是不是，你又住院了？不是，我那时候在那个在成功里啊，不是在复兴刚有一个典乐召集嘛。哎、拜托，就是、教育召集。那一次是我跟谢大哥一起去的。对对对对对，还有印象。那时候我去的时候呢，一看，哎呦，要剪头发呢，我就看着说、啊，糟糕，因为有六天嘛，糟糕怎么办呢？我就跑去跟那个司令官讲，报告司令。他看，那、no, 你是谁？我是那个台视新人奖，郑兴明啊，什么名？郑兴明，什么名？我说，哎，我是艺人呐、啊，哦，艺人，那你怎么样？我说这个啊，这边当兵的六天也蛮辛苦的。我说我负责去后面外面召集一队的那个歌星哦进来，最后一天的演唱。可是我要筹备一下，我要出去五天这样。好，你去。一共六天，你出去五天。我出去了，头发都不用剪了，我出来了。啊、最后一天就筹备了，筹备好了。完了谁去呢？就谢雷谢大哥，还有当时我还不叫杨凡，我叫陈亮。陈亮的时代。然后他谢雷谢大哥去，大家是哇谢雷哇，打开婆婆像的病病给我，我介绍一个陈亮阿波郎先生啊，那大哥跟我介绍。然后呢，所有的部队都在那个司令台坐好，每个人就拿一瓶那个矿泉水，干粮这样。也没有乐队，他们就上去清唱，清唱。因为我们在很多地方，有时候我们去失智老人中心，有那个失智老人就说，儿子女儿都不认识，媳妇也不认识。对对对。结果呢，那天我们也是去到失智老人的新店的日托中心，然后那个我就想，他儿子媳妇都来看我们，你知道吗？然后就陪他，爸爸我跟你讲哦，这谢的啊，这张琪。啊、我说这是谁？我不知道、哦、他儿子他不晓得，不认识，他都不认识，不认识。我说那个杂报嘞，嘿，我没看过，没看过。但张琪谢咧坐地板没有，然后缓过头来就问我张琪，阿、啊、弟哪没有无嫁好细的？啊，他们两个气死了。哎，对呀、啊、对呀、啊，那很多人很多这个老一辈都讲说，其实你们俩那时候是对呀、啊，情侣好像应该。
应该做杀手队啊，现在不杀手队的，现在其实两位合作将近有四十年了嘛。有不？有差不多，差不多。从秦广开始，秦广52年。对，你四十年来都没有对他有非分之想过吗？谁对谁非分？他对你没有吗？不知道。你有吗？哎、欸。有过，但是忘记了。但是我们来看看啊，其实他们今天也拿了几张他们早期在民国58年左右的一些合照的照片。58年、啊，对啊，35年前，35年前呢、啊，我们来看一下好不好，黑白的，黑白的哈。哎呦，哎呦，你看看，哦、你看看，对，里面还有妹妹嘛，还有张，还有张琪，张琪，另外那个小小的腿很漂亮的那一位，让你们猜，给你30次机会。哎，几个字？几个字？三个字。后面两个字冉萧林，不是的，两个字后面两个字同音的哦，蔡咪咪，耶，答对了，哎呦，娘啊，那是我们老板娘哎，对呀、啊，哦真的、哎，其实每次提到蔡咪咪，就会让我们想到五花瓣那个时代，对对，你刚妈送我一个吉他啊，那个歌，谢大哥真的才是在我们演艺圈里面最提携后辈的一个人，对，你看看从五花瓣早期还有很多，包括李小飞呀、啊嗯，还有谢小鱼呀、啊，哎，还有后面的彭恰恰。其实包括我们这个贺大哥了，其实我们都曾经被谢大哥照顾过，对对对对，照顾这么多人。但是今天呢、啊，能够在东森这个频道里面呢、啊，真的如果没有蔡咪咪，就没有我们这个节目，有可能哦。不过我觉得还有一个更值得一提的，就是东森慈善基金会做得非常棒。蔡咪咪是那个基金会的好像董事长，对对对对对。对每一次活动，他有的时候亲自来抛砖引玉。是是。除了原来捐献的，他现场也会带动。再捐一点，对。尤其最难的是蔡咪咪，他从来都很低调。我觉得是这种都很低调，都是缘分啊。他其实找不完的纠缠一辈子，也是谁跟你纠缠一辈子啊？脱离不了，快要半辈子去了。台湾的歌坛呢，还是一些就是比较属于那种老一辈的那种。其实现在我们讲老一辈的歌呢，那都是由日本歌改过来的，台语歌、国语歌比较多。很多，但是一首歌是作是真正是台湾，对对对，对对台湾的那个民谣改的。不挂雕有没有？哦、不挂雕哈、哦嗯，哦，头两枪不先挂哈，是不是？不过你听那唱歌，谢大哥从以前到现在。他的歌声真的只有进步没有退步哎，因为他没有停过。妖怪，真的是妖怪。你为以前哦，其他看就这个人哦，有一些老前辈哦，其实他们唱歌真的有的某些真的是有退步。单点拢较无力啦，但是哇，你假戏了，你看他刚刚唱歌那个高亢的声音永远没有变过。其实没有，最近你知道啦，外面很忙啊啊，晚会好多、啊，动算动算黑哈、哦啊，所以我已经唱了几十场了。我们有了，加起来我们不是这个谢大哥，我觉得他，我就叫谢茂雄，他这个真的是很这个歌坛的怪物。你叫他什么？谢茂雄，那是你叫的吗？我叫阿呆。龙呆龙呆，我跟你讲，他这个很奇怪，他要打麻将，喜欢看人家打牌，他喜欢看人家厮杀，那他自己不打那么大。没有，他常常自己很喜欢，他打麻将打到旁边看麻将的打他，你知道吗？我跟你讲，我可以陪他去打麻将。陪到我坐在旁边坐到天亮，你看到天亮，然后我一小被台房撞就洗牌一样，我赶快洗牌。真的假的、啊？这个很笨的，我讲哦，我哪给你俩输哦，卡他起来，你接先去厕所，我给你打一打，换个手气。他从坐下去到天亮都在输，后来都没有踢过脚的。对呀、啊，后来都没有办法，他轮捷都不爱。他说哦，假装出去了，那我就坐下来帮他打。你们赢？就赢了，就开始胡了。哎，那怎么刚胡，他就给他牵掉，跳，就坐下去。一人是爱赢啊，是爱破啊。那个时候，朵朵要不要扣税啊？啊，没有，他没有、啊，没有。但中午回去，我问他输还赢，输十几万。哎呦，我说要死我。爱破啦，不是爱牙叫啦。西西也卡好了。他那个杨凡跟费心是这样的，费心，你输都叫我这样。对呀、啊。然后他后，我费心后面看了，看一晚上这样，一直跟他讲。对呀、啊。像你跟费玉清不一样，原因是因为你坐在那边等他踢脚，我们是还没有输，费玉清就给你咚咚咚，就说玩玩玩玩玩玩。有啊，我在他家打也是啊。哎，那都不一样，要跑，那边讲几块黄色笑话，笑话拢不要跑，笑话拢不要跑，把剧拢鬼。他一直让你一直笑，搁解菜头、啊、哦，又要跟他笑哎，赶快呢。最讨厌你们几个，为什么？于天是我家邻居嘛、啊，对对对对对对。那我开车又开的不是很好，这几个死鬼每次那个车停的乱七八糟。嗯。我每次回家倒车入库要倒8次，弄一年前能弄抓到。倒8次，你车头还歪在外面呀、啊？还进不去，然后我就按电铃嘛，每次都乱停车。我
都听不回去啊。你在骂我们的同时，我们也在骂你、啊。怎么样？对呀、啊，从来不来 top 咖。有，我踏过几百咖。几百咖。嗯，因为你们约好了，不知道谁缺德没有来。缺德。哎，然后就于天说：“哎，七姐。”我们三缺一，我说我才不要，我只打300、100。他说不要，我说不要，我说我是好玩，我说我不要。他说我帮你准备苹果，帮你准备鲜奶。我说那你要开车来接我，我就在旁边。结果有去打了吗？去了，就打了那一次。结果那三个被我杀了。他说，哎呦，他说我输不要紧，我输了给你不要紧。请你出去不要讲，因为以后我在江湖就混不下去了。哎，可是讲到傻子呢，除了这个里面，真的、啊，里面还有很多了。你看，哎，莫名其妙借人家钱，然后人家都不还。我是无借的哦，我无借的哦。伊要甲我借，我讲，拍摄你无看电视，我已经发誓不借人家钱。真倒霉，我怎么干？我正在发誓，喝养喝养。他说：“你看，你红酒造假对不？我甲你借。”我是绝对袂赢你，但是我绝对袂走。对啊，那不是一样？不是，可是不会跑总是好一点啊。不会跑啊，那个跑掉还讲坏话。对啊，可提到傻，我曾经做过一个傻事，你们听听看。哎，以前的狗爸爸，你知道吗？啊，我知道。500万，五百万。我跟我这世人做上戆的这样代志啊，什么代志？咱输掉，还是讲人无害咱钱，咱戆吼，迄种是咱自己买嘛。嗯。我第一次哦，我刚刚出道的时候，还叫陈亮的时候，哎，那个五百万那时候，伊讲要离婚呐。哎，讲离婚的时候，哎，不，你给他邓英呐，好不？那世间哪有人讲人要离婚，那讲邓英呐？那是我们人生里面劝和不劝？哎，劝和怎么可以劝离呢？结果他说，我就说，我嘛唔知影，我离，如果我嘛唔知我什么代志，啊，你英那咋来？啊，我做少年嘛，嘛唔知影，我英那个邓罗基这样，结果伊就跟英某说离婚啦。嗯，离婚的时候，伊就包6000块红包哦。哦，6000块大包啊！已经大包啊！我到因兜，佮伊跋18啦，佮输我伊，你看我，佮我挂工，你也想看麦？哦，这等于离婚，因为袂让我袂等外公。张飞较早哦，要袂离婚以前哦，我都。你离婚上个你等诶？张飞嘛。哦，你们互相等来等去啊。飞哥，别啊！离婚是进，你离婚进前还是？诶，我离婚了，无啦，佮伊离婚啦。啊，你好凶等。我唔是当时我，迄当时我都准备要离婚嘛，我诶。张飞啊，我说离婚少一个印子不行啊，你帮我盖一下。要两个证人。要两个证人。他说，好吧，那现场来，我们一起来，好来，两个一起来。哎呦，我这样包1000块呢，啊，感谢感谢。好，你有够高兴，包1000块。然后说不了多久，哎，张飞离婚了。哎呦，阿伯离婚时候给我登记来，我买买。所以讲有当，你别再想讲，你讲别再讲啊，这种不能等，这种想我买。这做保做保啊，盖离婚章千万不要盖。你放心。那个有职业的，哦，对，那个有职业的专业的律师会帮你找两个人。他很有经验，他离过3次。啊？他才离过3次吗？那你几次？我没有，还没有。人家我，哎，为什么离？我们都没有感觉你离3次哎。那我很低调嘛。哦，没有，他又结3次。其实、哦、就是离了又结，离了又结。其实歌坛的老一辈的蛮多这样，像诸葛亮也是结4次啊。没有，可是我们不一样啊。他是同一个人、欸啊，同一个男人呢、欸。假无聊、喔，这么无聊呢？同一个人结。我们挖鬼呢？我们挖鬼哦。那为什么要离呢？那不合适离的。就是不爽嘛。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好像到那边不离，对不起社会大众一样。啊，所以说离的啊，怎么样又结了呢？又爽起来了。觉得很不需要对方。你干嘛要这样？舍不得我的孩子。就是为了小孩啦。对的，对的。而且我。我们也不是因为第三者的问题，所以他比较白痴。哎、嗯，三次一次都没有卡味道。哎呦，还好没卡到。我这个傻瓜，我们刚才是提的傻瓜，那野丫头应该属于女生。张琪有没有说最野的是什么？有没有遇到自己最野的是不是？没有哎、欸。有啊，一杠修怕。八杠修怕哥。有啦，啊、我就是比较古道热肠嘛。那我看有人欺负。新人你就会站出来了、哦、不是太过分太离谱了没有、啊、跟李敏妮大哥是同类型的、那个、我那个烟灰缸就砸陈清平我就出去了、哦、陈清平啊不要看他胖他动作好快马上散掉哎呦他动作真的这么敏捷的猪吗啊有、哦、他只动上半身就好了哎呦砰就给鬼去啊整个玻璃整个碎掉
因为他欺负人家欺负的太不像样子了，我实在看不下去。陈金佩以前跟谢磊那是两个那种感觉，好像情侣一样，我们看到好讨厌的。你少来，为什么会跟陈金佩呢？什么人都配，陈金佩他也配，最后配到阿 P 婆了。你不要提这个名字，好吧？好了，不要提这个。对呀、啊，这是配配配。陈金佩真的不要提，其实跟贺大哥他有一段史。没有没有、啊，一定有一定有。没有没有没有，本来以前从那个什么新加坡回来的时候，就指明说跟他有关系的，除了谢磊以外，还有贺一航，写的清清楚楚三个字在那边。不是啦，那是就说他倒人家那么多钱呢、啊。啊，你陪他睡过吗？我们都被倒过啊。他是唯一被我倒到的。好棒啊！高，我跟你讲，你那个故事不要讲，他看到这一段会回来跟你要。我跟你讲。没有借机缘，没有用。哎，所以这个每个人都有傻的时候，也有傻野的时候。所以刚刚那首歌就真的很符合他们两个哈、嗯。过来个朋友，过来个点球一下，好不好？周国英雄。哦，周国英雄。周国英雄。周国英雄。这首歌是谢大哥。一杯零酒，一杯的再见情。哎，你唱周国英雄唱啊这么红啊，你该酒功不要喝零半点。不要喝呢。真的不会喝，一喝就醉了，就醉了。一喝哦，钱就借给人家。哎呦，来来来，小英从哪借？来，大伯借来。来，周国英雄，他控制。不是我控制，摇不动。今天摇不动了啊。哦，没有了这个。可是你那个一顿下来，天摇地动哦、啊。那是体重的关系。哇，这个都是以前那个十高尾瓜那个金马。对呀、啊，其实啊，身体健康是最重要。因为咱给您的台顶哦，无法度过唱落去，因为咱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对，谢林谢大哥曾经有一段时间在演唱会的时候，哇，心肌梗塞还是在香港，香港红磡。哎呦，哎呦，因为像谢林在香港那个演出，真的我常讲，如果那一次真的悲剧发生。那我觉得他死得其所，人家说你靠腰啊，没有没有，我跟你讲，那个战士要死于沙场，对不对？歌星死台上，歌星如果唱死在台上，你看那永垂千古。拜托两位，以后一定要死在这里，好不好？拜托两位，这个是两位。这个对我们节目才是一种贡献。哦，今天这个节目很灵异节目做的啊。